過年有咩做？平時咧，我就會可能離開香港啦，去旅行啦，唞下啦。咁但係因為今年咧，《東突兵》上映啦，咁所以我就要喺香港做宣傳啦。咁我就會派利是啦，我亦都會陪媽咪蒸蘿蔔糕啦，蒸蘿蔔糕年糕食啦，同埋啊。希望大家看完之後就笑口常開，身體健康，恭喜恭喜。